大家好，我是一哥，现在在广西玉林市啊，在这边呢有一片油菜地，一个示范基地，很漂亮，所以今天在这里带着儿子来看一下。这家伙就想跑了，调皮的很。在这边。这边的天气啊，已经有20几度了，要比湖南热很多，所以呢，我现在都差不多穿短袖的状态了。宝宝呢一直热，比较闹，所以也准备回去了。这一片油菜地啊，特别的漂亮，这应该有几百亩地的地方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乡村一哥，拜拜。